大家好，我是蓝小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娟娜。我们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是 Lucky 创意积木游戏书，很可爱吧？它的积木很特别，可以做成笔。对呀、啊，也可以做成花。来，我们打开看看，它有告诉你很多积木要怎么去组装，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像故事一样的哦，它有送你积木哦，有85片。那我们打开来玩吧。噔噔，这是随书附赠的哦，很少片，可是我们可以拿来玩。如果你喜欢玩的话，它在玩具店里面也还有大盒的哦，有很多很多。那我可以先玩这个。我们来拼溜滑梯。好啊，溜滑梯要怎么拼？要拼这样子的溜滑梯。啊，它是可以把它拼成平面式的，有没有？嗯。然后你也可以把它变成立体的哦，像它这边有衔接的这种。然后你可以把它斗上去，它就会站起来，然后这边还可以再继续加。哇，我做的蝴蝶，做一个，它好多形状啊，一个拔掉，好，一个拔掉，我都不知道是，我做鸟了。乌龟，乌龟吗？我做这一个，这是乌龟啊，这是毛毛虫啊。哎呀，你把我乌龟撞倒！你做了一个书架是吗？这个是盒子，盒子，可是下面只有一个这个，这个我就不用。小东西啊，这个。来，这个是 Lucky 官方版的游戏书，里面有教你怎么去拼贴哦。然后喜欢的人可以再去买它大盒的。像这样子，它这有一些大盒的组合哦，更多片可以更好玩哦。好，喜欢的人可以去找找看哦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嗯，完了，我都可以当东西。我的蝴蝶。